第一个，刘叔，填错了，我在找你。你知道我在哪儿吗？哔哩哔哩、B 站、大好柠的。檬，这是新加坡吗？新加坡市中心，对，这还挺市中心的。对，派啊，北边是派，新加坡有这种路，对，你看到新加坡这个路，它有写这个首字母派是，我记得啊，这是派，派在这儿，派，北边是派，然后看这个新加坡还有什么地方，这个牌子，Jurong East Avenue，Jurong East 全是 Jurong East。所以我们要找朱庸 East，East 是东边，哦，朱庸 West，看到朱庸 East 了，这儿，哦，朱庸 East，好吧，找到了，这一个可能差不远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这个派是在北边，哎，这是派在北边。然后呢，我们回到起点，这里有一个大的商场，叫做 Gem 宝石，Robinsons。开路的方向是一个西南东北这么来的，一个西南东北这么走的，所以很可能就在这附近。Hospital，哎呀，咱们看的是北边的，往北看，是这个吗？是这有个天桥，哎。这天桥是那个天桥，看到了吗？这天桥就是那棵，然后这个咱们现在在这条路的这一边的这棵树下，我看对面是怎么？这还有个天桥，哎，等等，不对不对，哎，这，等等，天桥，哦，这个，哎，都是天桥，懵了懵了，哦，这个，所以我们的天桥应该不是那个天桥。等等等等，我再看清楚一点啊，30秒，30秒，我看这有个弯，南边有个弯，有弯吗？不对啊，南边很直啊。等等等等，天桥有两个，南边有两个天桥，北边有一个，南边有两个天桥，北边有一个。哇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南边有两个天桥，这有天桥吗？4秒钟。啊，朱庸在哪儿啊？哦，真是那儿啊？好吧，哎，怎么搞的？不对啊，哦，在这儿，行，哎，差点满分了，太紧张了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在一个英语国家，北边有海，哎，这是英国的感觉。这种是英国风，所以我判定呢，这是英国的西部。英国人很喜欢种这种东西，你看，就是连这个两边种这种 bush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往前走2步，英国的北边西岸，你看这种石头墙。哎，这里有一个信息吗？没有，没什么信息。这个呢，树叫什么树？A10。哎，这个信息很重要。A10 是我们的一个马路编号。A10，Derby 啊，好，我们进去。好，我们初步估计呢是在这种地方。哎，有代号吗？有 A7A714。A7几几几？英国的海岸线还挺长的呢。A10 没写呀、这都 B 了。Alright，好，这个不是个办法啊，我们要看路名。Derby 有叫 Derby 的地方吗？也不是个办法，完了。虽然知道是英国，但地方太大了，我们可能还得再找点别的线索。
什么树啊？往这边走。哎哎哎，看到东西了，看到东西了，叫 A3 Serbi A13 A10。A3 是大的路 ，A3、A48、A1、A1、A75、A9， 大一点呢？27，完了，没看到 A3， 完了 ，A2， 完了。43秒，好，我看看是不是可能是，哎，我找错地方了，原来找到这边去了。A3，好，我走这儿吧。行，我就，果然是 Isle of Man， 啊，马后炮了。对，以后我就知道是 Isle of Man， 啊，说啥都没用了，因为我刚刚没有念出来。视频面前的观众是不会信我想到了 Isle of Man 的，它是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一个小岛，怪不得没找到 A3。 是啊，得想到啊，这个地很平啊，又像欧洲的感觉，让我想到罗马尼亚。罗马尼亚呢是出了名的平的，然后他们也会有橙色的牌牌，也会有这种大大的推土机，但是我可能很错啊，错很远。我苏雷克里波，下面是什么？倒有点像罗马尼亚的文字。罗马尼亚的文字有个特点，它跟什么意大利语是远亲啊。它的标志呢，就是没有任何符号，就是拉丁字母，不是经常会有一些什么一个圆圈呐、啊、什么，它啥都没有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符号都没有的拉丁字母呢，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罗马尼亚了。好，有个村，咱们进去。哎，有个牌子吗？对，啥都没有。哎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房屋的特色有点像匈牙利，因为它在匈牙利旁边嘛。他们的房屋特色是差不多的。行，那我们可以找了。可以找了。好，罗马尼亚的首都在这个地方，刚才那个地名应该是很小的地方，也应该看不到了。那我们就选它首都吧，希望是首都附近的一个地方。哎呦，不是罗马尼亚呢，你看隔了一个国家，是 Croatia， 他们也是不爱写这种，也有，但是刚刚没看到，是吧？打了一个勾的这个。好的，行。好，我们来到了交通路线，看看交通啊，右行交通，初步判断是南美。有个牌子，是牌子吗？不是，那是车尾。看看人，有点黑哦，有点黑，是黑人吗？不像是黑人吧，只是有点黑。南美人也黑，印尼那边的也黑，印度那边也黑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哪儿呢？哥伦比亚。哎，看看有一个人。对，这个绝对不是非洲人。印尼不可能，因为交通是左行的啊。菲律宾，植被不太像菲律宾，感觉有点温带了。菲律宾的会更热带一些。好，这个没什么信息量，咱们再走两步就开始选哥伦比亚吧。我觉得应该是，哎，前面有个牌 ，BR Brazil 吗？巴西。对 ，Brazil 158。我看看有没有 BR， 你看就是最后的会给你一些信息。BA 这是 BR 在哪儿 ？BA，
BR，哎呀，这个 BR 是这个吗？MG，这是 MG，BR 是哪个省？看看啊，一分钟，BR 的省，你看到 BR 开头的省吗？BBB，PB，它有规律吗？是啊，是 PB。BR 是从 B 开头的，所以这是 BA，对，这是 BA。巴西亚，它有另外一个 B 开头的省吗？没看到啊。哎，BR。RJ，哦，这是 BR，哪有 BR？为什么这是 BR？哦，Brazil 公路，它没有写号的，就是 BR。找半天，怪不得 Brazil 是整个国家的国道，所以它不是省道，所以叫 BR 啊。找 BR 找半天，整个国家是 BR。我是二 B，现在变成找不到 BR，哪儿 BR 都不知道。哎，看到海了，北边有海，咱们走近一点。有海是很重要的信息，可以排除很多东西。哎，这个地方有希伯来语，希伯来语北边有海。哎，希伯来语就是以色列的语言，然后它的海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找一下，像这种地方，基本上就。分数不会太差，4000就有了。咱们往东走，这是东。我们走，他们是发达国家嘛，还是不错的一个发达国家。哎，你看这个海景还是不错的吧，像澳洲一样，只是它在沙漠里面的发达国家。你看，这就是希伯来语上面这种，就长得不大一样的。你看他们小区还挺好的，是吧？可有钱了。然后这个根据经验是海边的那个城市，就是我现在放的这个 Tel Aviv，它是一个郊区的感觉。刚才我猜哈，哦，该不会就是这儿吧？刚刚回到原地，这有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有一个环路，然后咱们是怎么走出去的？一堆有个公路，我们是往。东北的方向走，有个酒店，然后这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们是这么走的，然后有一个环岛，这个环岛，这是环岛吗？这不是环岛吧？有个 beach，有个环岛，这个离海近不近？刚刚看的挺近的哦，挺近的，但不是特别。像哎，是这哎环岛看看啊，这个环岛是东边走是环岛哎是这儿吗？Parking，有点点像这个环岛，然后小区在这儿，这有小区吗？我们来看看后面有没有环岛啊？后面还有环岛就选这儿了。我们往前走，看有没有找到第二个环岛。感觉没有那么远啊，感觉没有这么远，应该不是这儿了。一直走，哎，有环岛，那是环岛吗？看，这环岛小一点，然后往这边能走，等等，往这不能走啊，这是往南不能走，哎呦，懵了。不是这儿，2秒钟，不是这儿啊，不是这儿，在这儿啊，对，这就像了，这个大环岛，那小环岛是。你看我说4000分吧，4900，我们差了27公里，还挺远的。
在 Ashdod 的这个城市的最南边，哦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好，今天我们上2万，但是没有拿到金牌。